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鱼。然后我今天又跟着这个马官儿，不属于马官，你们属于那个啥教练？教练啊，跟他们混熟了，然后跟他们看捡马粪，再捡下马粪。最主要的是，你看今天天老好了，我刚换上漂亮的衣服，穿这身衣服去捡马粪，进来玩会儿看看。领家不事儿，不拿这玩意儿你咋捡马？我去拿一个，不用你拿这个，我拿这个，行。你这个手你咋弄啊？没事儿，一会儿那个啥，我喊那个，跟我来，跟着你来。悄要跟着我啊，悄要跟着你，是怕惊动了马是吗？大板锹，这一下子根本拖不起来。你看我的手把对不对？对，慢点慢点，别着急，慢慢的。行吧。行，必须要剪干净了。那这个也戳上了。对，必须要剪干净。必须剪得非常的干净。对。这有什么说到吗？必须剪非常干净。讲究卫生，必须要讲究卫生，不卫生那能行？这马一天得拉老多了，第一天拉个七八车，十车左右。哎，一天拉七八车？对。得早点了，你就拿个那哗拉过来，不能跟着他走。啊、嗯。再哗拉哗拉，哗拉到马底下了，再跟着他去。哎，这样可以了是吧？没事没事，慢慢搓搓搓。扒拉过来，扒拉过来。扒拉过来。对，使点扒拉，对，往这边使点劲儿，对。使点劲儿，好嘞，你们是怎么分班的？就是捡着马粪，每天马粪不用分班，现在不分班，不分班，对，等人来多了就分班了、嗯、没几个人马粪就统一一起捡、嗯、就谁有功夫就进来捡呗。对对对，慢点啊，慢点慢点，来从这边，从这边，来捡捡，从那儿他害怕。对，再往回扒拉，再往回扒拉，对，扒拉过来，对，离马近的话你就扒拉过来就行、嗯、这味儿好闻吗？不好闻，我戴口罩好了，我憋着呢。你要享受这些东西。你们天天在这简直是享受是吗？那可不得。那你们天天在这就清着马粪啥的，你就是觉得是一种享受是吗？那可这多好啊，清着马，除去马粪，讲究卫生。那你们都是非常非常爱马呗？那当然。这我记得你昨天跟我说，怎么的不爱马的人都在这干不了是吗？那可不是，一般人干不了。必须得爱马，每一天。这小这车十车出，难闻熏烟。我戴口罩好了，但是天天他们在这儿也是厉害了。我就是体验一下生活，看看他们天天在这儿都干些什么。